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41面541面第五行对丢鸭念佛即个看起啊，第二丢鸭念佛经文丢鸭思维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种种功德，种种庄严。头前，咱学到第二类正因，即第一段修行实现。在这段里面，特别的注意啊，不可这是建宁古来多书大典无讲到，为什么无讲起呢？古代迄个社会，大家人拢会当体会到。唔免都爱讲嘞。现在呢，咱个迷惑比古人比较深重，无讲啊，真正唔知影。迄都是念佛求生净土的福报，太大太大了，大到啊，无办法来形容呢。只有啊，用佛门内面的常讲的一句话，不可思议来个形容。你无办法想象，你也无办法讲得出来。啊，咱这个世间人，啥人无要求福呢？无论是中国人、外国人，也无分族群，无分信仰。只要是人，无迄个未求福的啊！啊，最大的福报呢？第一属性的福报，要去到去求，无人知影。念佛的人是求大福，但是念佛的人家己嘛唔知影，所以念了就无认真咯。念佛的时阵啊，也个是会夹杂着怀疑，也个夹杂着妄念。那讲伊真正知影讲念佛是修，是出世间第一定的福报呢。我相信伊念佛的时阵，一定是用真心，一定是无杂念。那会知影呢？头前咱呐讲十善，上品十善成天呐、啊。善有等级的，上品十善，当然呐、啊，伊阿哥都加一点仔定功。啊，如果定那是讲真正成就，伊就袂伫欲界咯。伊个福报就搁较大，伊去色界天去咯。咱啊，今仔讲欲界，咱啊，现前的大众，每一人拢有欲望，欲望无断啊，欲望无断，就袂当出欲界啊。欲界有六层天啊。福报最大的是最顶面的一层，第六层，就是他化自在天。以所有一切受用，
是由别人来供养的。啥人供养呢？第五天来供养伊啊。第五天叫化禄天呐、啊。啊，化禄天人会来恭喜物质上的享受，精神上的享受，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随心所欲啊。念头一个叮当，就会当变化现前，无需要设计，无需要人工来打坐啊。也想要吃，所以逼迷饮食，这个逼迷饮食是有来源的啊。古早时阵，帝王咧食饭，一几个菜咧，一百个菜，所以叫做百味饮食啊。这是啊，人间福报最大是帝王啊。帝王食饭是一百个菜。一、那个堆菜盘啊，真水，就亲像咱即卖这豆油碟啊，同款摆个整整齐齐，一个红灯，一面十个，一百个啊。这是啊，福报啊，无需要去设计，今仔配什么名啊，就配什么，唔免啊，唔免烦恼迄个。也无需要人去营造，念头一个叮当，把味饮食就摆在你面前了。无想要吃了，无想要吃就完全都无了。你看，也免休息，也免洗碗滴，这那就是心威啊！科学家了解，你已明白了。按怎做到的，伊毋知影。你是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上生，为什么第五天、第六天，因为心上真正殊胜？咱心想事未成，咱的相无专注啊，咱的相是善心啊，不是一心。佛弟经常相讲啊，这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啊。因迄个相是一心，咱这个相是多心啊。多心力量分散，所以伊袂当成就啊。有时咱就明白了，阿弥陀佛，伫因地无成佛以前，亲像咱即款的身份，一个出家人的身份，发种 BQ， 非常非常难得，伊发了四十八愿。也就是讲，为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苦难众生，如何帮助伊离苦得乐？想了四十八项代志，这个四十八项代志，伊想偌久呢？伊想偌久呢？五个劫，这时间太长了。经常啊，拢无讲中劫、小劫，肯定是大劫。一个大劫有偌久的时间呢？是啊，宇宙啊，唔是地球啊。也宇宙至少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有。十亿个银河系，这大系一个区域啊！这大系这个世界，成住坏空一摆，叫做一个劫。五劫呢，就是成住坏空五次啊！
这么长的时间啊，天文数理啊，用一心思维啊，国家不断啊，这念力成就了，所以叫做世界一切自然形成的。噶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是同款的境界。呀，化乐天噶他化自在天，是咱凡人凡夫内面一个欲望无放下啦，拢会当成就阿弥陀佛这个世界五大劫的修行，那一对啊，拢无欲望。真像金刚经所讲的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那理想连头都无。金刚经后半部所讲的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，那个见就是意念，连头都无了。那你等教的时间修行是安怎修呢？那就是家己的这个愿望咯。希望家己这愿望会当啊自然成就。阿弥陀佛做到了，咱凡夫的愿望到第五天、第六天是现咯。无需要设计，无需要营造，因那里阿弥陀佛用伊的愿力修行的功夫，达到究竟圆满的成就，这就是叫做世界。有的世界是一修的，一修行的这个功德啊，来供养人啊，那福报偌大呢？只要你真正相信，真正愿意去叫做世界啊，阿弥陀佛所修的这个福报，是隆重的享受着。比化乐天啊更加殊胜，这福报偌大。化乐天就享受未开智慧啊，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慈悲，大家恭敬教学不要中断，是什么呢？帮助你开智慧，所以到叫做世界啊，可以说是福不啊，圆满，智慧圆满，福慧圆满就成佛咯。只有佛称为离足尊啊，足就是满足啊，离就是智慧加福报啊，这两项圆满咯，这是这不得了啊！这个法门真正。我说得不错，难信之法啦。为什么难信？咱听这话总免不了怀疑。为什么？不是咱的常识啊，不是咱的经验，从来没听讲过啊。世间哪有这款代志呢？这真正是理想啊。唔知影讲，叫做世界理想变成事实咯。咱咧对这件代志，先起信心，无怀疑，嘛是得来不容易啊。六十年
你但行经教克力不下，这样真正体会到我出一个历史的真相。我以前无讲啊，遮尔透彻，毋是我有保留，我家己都无创清楚。所以想着叫世界，想着咱的化乐天，同款嘛是道理咯。伊比化乐天殊胜，这是应该啊。那是啊，阿弥陀佛因地上无比殊胜的宏愿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已经真足够了。啊，定如讲，伊是建设道场，这个我真早就体会到。建设乐园，欢迎大家去那边去居住。去那边去修行，伊为什么要你做？现在咱完全明白了。明心见性的人拢知影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家己是一体。咱凡夫有分别。因无分别啦，所以这两句话，有福的人拢知影。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呀。咱拢会晓讲，但是这两句话真正意思未了解。什么是无言呢？什么是动体呢？里面的意思，诶，你也了解，真正是通体无？俺们无见性，俺们是几十年《华严经》的分析，《法华经》的分析，虽然无证到咧，咱也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都有这件代志，咱的生起信心，会怀疑咯。为什么有理论做依据啊？理想是讲会通，科学家嘛是知影这道理啊。零甲一的变化，科学家嘛在做梦嘛在想。如果这间科学进步到这个所在，咱想要提什么物件？能量是这个变化界、虚空界，能量是会变的，把灵啊变作物质啊，咱就会享受到了。咱无想要提这物件，把这个物质啊，佮变作能量，啊，就解放就无咯。灵甲这个转换啊，这款的啊，这个讲法呢啊，是真久咯。几十年前，咱就知影咯。科学家已经报告出来了，但安怎转变法是无人会晓的。原子弹嘛是对这理论上发明的，都是物质化解做能量。原子弹是对这理论上发明的，但是如何把能量啊变成物质呢？啊，伊做未到。理论上讲，任何物质拢会当啊，甲变化做能量。现在只有少数的这些元素啊，会当会啊变做能量啊，唔是任何一个物质啊拢会当的。在佛法上，任何物质拢会当啊回归到能量。
也以这些能量都也可以变化作物质啊。这个道理现在咱真清楚，一点也未未晓咯。物质千差万别，是什么原因呢？科学家甲咱讲，振动的频率是无同啊。振动频率较慢呢，就变成固体。啊，振动频率较紧一点啊，就变成液体啊，就像水啊之类的啊，咱的皮肤啊。这种嘛是振动啊，比较较紧的啊，佮较紧的就变成电磁波咯，变成光波咯，变成电磁波。科学家可能证明咯，咱知影讲这是甚物款代志，但是还知影拢总是自性变的，能量嘛是自性变的，啊，这个自性啊，这自性啊，唔是能量啊。不是物质啦，伊也是精神，伊什么拢唔是，但是伊会当啊现一切法。咱今仔日讲的现象，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，拢嘛是自性变的啊。讲一个自性啊，都、就是讲一体啊。真正肯定是共一体，伊个自悲心就出来了。自悲心是性德啊，自性本有啊。自悲是爱啊，真爱啊。父母对儿女一种的爱护，什么时阵看婴儿的时阵，囡仔也未晓行路，这个时阵上界会当啊显现出来，囡仔未晓行路，未晓讲话，你看伊的表情，伊对父母。别不对一，这是什么天性啊？这就是人性本善啊。慢慢大汉了，伊是捌代志了。什么叫做捌代志？有念了。啊，愈念愈严重，啊，天性啊，拢失去了，泯灭了。心态改变咯，变成烦恼，变成忧虑，变成分别，变成执着，变成妄想。这都是啊，六道轮回因啊，六道轮回对对来，对下来。哪讲是咱无妄想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无忧虑，无牵挂，六道轮回都无看到咯，都无去咯，伊毋是真的啊！啊，所以阿弥陀佛是用什么方法帮助咱离苦得乐呢？帮助咱破迷开悟呢？帮助咱回归自性，利用持名念佛的方法，太妙了。也就是教咱念佛啦，就也念佛。也念佛来对啊，有这么大的这个福甲慧。咱来真正知影。敢未无念呢？敢未拼命去念呢？
念成功咯，红心结了世界。你讲什么时阵去？随在你的意思。你想什么时阵去，就什么时阵去啊？你这个心念在叮当，阿弥陀就知影了，伊就会来接应你啊。我来接应，咱的头前的一品有有着啊，上辈往生发心来接应。中辈往生呢，用心啊来接引；下辈往生化身来接引。咱呢一般来往生，绝大多数拢嘛是佛的化身啊，佛的能力化无量无边心啊。我跟人讲，这个能力不是专利，每一个人拢有啊。我还是平等法啦，每一个人拢嘛有三心。讲法心，法心是共一个体，法心是一的，应法心的千差万别咯。所以拢是说明念佛的功德啊，不可思议。讲功德，一般人听无啊。咱换一句来讲，福报不可思议，智慧不可思议，这灵不可思议，这大家较容易听有。这物件用较智慧，这叫功德啊。所以这是自性本有呀。现在经，这个经是本经，教咱调呀、思维，好啊，应该啊，唔通胡别乱想啊。像其他，你甲看卖，你甲你的修福啊、修慧的机缘啊，断去了。你心内有遐尼多妄念，拢是六道轮回心做轮回业啊！你何必呢？念佛人未当往生，就是啊，伊个心未专一，杂念太多，杂念都是轮回心，这是想六道轮回代志想太多了，想佛想伤少了。所以啊，你念佛未当往生啊！也不是讲真正未当往生呢，你这一生未当往生，为什么？这一生功夫啊，无成熟。那成熟啊，哪有讲未往生的道理呢？会成熟未会啊？爱偌久呢？经常跟你讲六一日到六七日，你看偌简单。所以以前啊，我也捌讲过，这嘛是经常甲咱讲诶，一个月修一天，一日一暝啊，叫大佛七啦，精进佛七。这不是一天一天，24小时念佛啦，这做会到啊！一个月一天，定一天，一年啊，12天，唔茫讲时间少啊，迄力量是真大呀，非常的大啊！
啊，我甲这个代志讲出来啊，用经赞叹，有未少同学听到，伊就真正去做，做甲非常好，真如法。社会甲我讲，拍电话甲我讲，我听着非常欢喜啊。一个月找一天的时间，会当有十几个人，上好毋通超过二十个人。小小的场所啊，都会用你做啊，一日一暝啊。这个物件甲闭关念佛同款，还有几个真正内行的啊，来扶持。照顾大家，照顾内面最重要是饮食。饮食应当是少食多餐，食饱就会昏沉啊，会度孤，精神提不起来。也会时阵心肝来艰苦啊，也无办法念佛啊。所以保持伫个未饱未枵的这个状况，在24小时当中，有人替你来照顾。对呀，思维呀，思维什么呢？思维叫做世界。阿弥陀佛，那想阿弥陀佛，把咱建立这个道场，一路世界，这个问题大了，低温不温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，安怎才会当去一路世界呢？条件真简单。第一个真相信，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阿弥陀佛的原形，48愿五劫的修行，相信伊的原形功德圆满。叫做世界自然现前啊，一点怀疑都无啊，这是信啊。第二个，家己发愿，我真想要去，啊，真想要去啊，这个世界都要放下，唔通把这个世界抓起啊。所以讲，安言放下。一心清廉，这是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是真正做啊，要有这意念，有这认识好啊，你就要真正放下，真念佛啦。种种功德，种种庄严。就是本经内面所介绍，释迦牟尼佛看到了，释迦牟尼佛去大街啊，所以伊呀、啊、介绍讲个遮详细、遮清楚，咱对这个介绍人都要有信心。听了后真正去做啊，啊，往生在偌久的时间，咱看这个过去的人，净土圣贤录里面啊，记载过真多咯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。出家在家念往生，
王星端顶面嘛有记载，大部分啊不出三年，这个代志就办成功了。一个生到极乐世界，列地会福德，就那亲像是圆满咯。所以这不容易相信啦、啊，咱的烦恼一片都无当，那会讲智慧福德就那就圆满了呢？这就是阿弥陀佛啦，个个啊智慧福德分享互咱啦，伊真正分互咱，咱真得到咯。也伫这个环境内面，甲家己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，慢慢才会淘汰。你看，十方诸佛道场，烦恼习气淘汰真多，智慧才会现前。有的世界唔是安尼，去到迄所在，智慧福德啊，你已经得到了，得到慢慢才个放下。这是啊，极乐世界。个十方诸佛刹土无共的所在，所以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为功中极尊、佛中之王，道理都是伫即地啊，道理伫即地啊。啊，咱明白了。现在丢下思维安怎落实呢？天亲菩萨红行论立的五念门，这就是天亲菩萨伊老大人啊修行的落实啦。伊是安尼做的，提供给咱做参考。五念门。第一个是礼拜门，咱来想这句话啊：我贤菩萨十大愿王，第一个是礼敬诸佛，你看跟这个相应；第二个称赞如来，跟这也相应。你是第二称赞叹。来看咱中国传统文化，注意掀开《礼记》头一篇，头一句话：“叫礼，我也无不敬啊，无不敬是礼拜啊，赞叹啊。”世俗世间，大圣大贤啊，伊毋捌见面啊。孔子甲释迦牟尼佛毋捌见面，也因所表演的咧啊，所讲的咧啊，竟然都是完全同款。这就应了国干部内面所讲的，影响所见大了相同。一个在中国，一个在印度，距离这么远。三千年前，不一定是同一个时代，所讲的啊，所做的呢，完全拢同款。咱甲袂奇怪呢？啊，咱过来想，为什么甲礼敬排伫第一呢？
实在讲啊，你已经是圣德啊。对红眼啊，都会看出来咯。我有一年在日本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为我去的有念佛的同修十外人，里面有一个少年的妈妈带着孩子四个月，我额头一个看，我跟大家讲稍等下停下来，你详细去观察这个孩子，你看他眼神对待老母，他老母对待他，我跟大家讲五人里面父子亲你看到了吼，表演啊，太逼真了，没人介意啊，你那嘛没人介意，你老母嘛没人介意，这出自天性啊，那就是自然啊，一丝合作作都拢无，那是什么呢？那什么呢？那就是佛法来的讲啊，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啊，特别明显啊，礼敬虽然无遐礼节动作，伊的心表现得太清楚了，完完完完了。所以人跟人，人啊都有个性显现，甚至对一切众生，甚至了山河大地，你看那拢是一体啊，无不敬啊！咱老祖宗讲的啊。那佛教阿弥来中国，佛法来了后，一切恭敬啊，一心顶礼啊。你甲想看卖，古人教咱啊，啊，今仔日咱拄着这难题咯，难伫倒位？难伫啊无这恭敬心。那囡仔只有伫真细汉的时阵，你才看会出来，慢慢大汉。一黑两黑了，这个年龄迄个恭敬心就衰了。大概现在小朋友到个五六岁，父母甲家己什么关系、朋友的关系、亲爱关系拢无了，无人介意啊。中国传统教育为什么重视扎根呢？扎根是什么时阵？红爷出世到。三岁啊，这一千天扎根教育，这一千天扎根也无好，以后就难了。所以是孝行六天性，习惯性自然。三岁开始教，慢啊！你最说一千天，谁人家教呢？现在是电视的教。父母无教了，厝内啊，请一个人来带囡仔，父母无教了。带囡仔的人，从小朋友看电视啊，伊都袂吵袂闹了。啊，电视内底咧教什么呢？
无力失情，杂多云梦啊！伊迄个小小头脑内底全部都学会响了，学较真紧啊！记忆真好啊，一世人袂袂记哩。这是咱现在讲伦理道德教育，讲传统文化最困难的一个所在啊。所以就要真正有人努力，总就要啊，三四代以后才看得出成果啊。但咱这代是看未到成果，下一代也看未到成果。那是什么原因啊？无心境啊！所以现在教心境是排在第一啦。要安怎教呢？这不是用讲的啊，是得按咱做的。咱用真诚的心来迎接物。咱用精神的态度待人接物，这叫做教行啊！家己要真正去做啊，爱提出诚意出来，你这才叫做学佛啦。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，对于说心去观察、去体会，也是心教排的第一。行住坐卧、言谈举止，拢是大家的榜样啊，拢是大家的模范啊。为什么呢？努力。你佛法叫乞丐呀，《观观观世谛》里面所讲的第二谛，为义由节啊。啊！你所表现的这个形象，会规矩啊，会当甲大家也做榜样啊，唔通马虎，随时随地，处理人生活。都嘛唔通无理，无理这家就乱咯。无理，恁家囡仔就会学歹啊。父母是你路第一任的老师啊，在军教育完全是靠父母。那夫妻之间拢唔通去疏忽这个啊礼节啦，为什么做好囡仔看啊？也管则扎得好啊！如果那是啊疏忽咯，囡仔的信心失去咯。伊那里都是囡仔有遮大福报咧，父母真正了解啊，真正来教儿女，你真正疼伊啊，爱甲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伫家庭生活当中做教啊，一日都袂当缺少啊。
所以礼拜偌重要。现在大家拢受训咯，中国古代清朝的最敬礼是三跪九叩首。现在就是民共咯，每节里有新的规定，最敬礼是三鞠躬。中国人过去作揖是90度的鞠躬礼，佛门甲古印度嘛是90度的鞠躬礼。啊，现在变做以前啊，阮伫学校咧读书的时阵啊，这毋是90度咯，那就是45度。以后听讲就变做15度了。现在咧，点头就好了。你无咯。人啊，都得仁义礼啊。古人讲啊，真好，都失去了，要得啊，得失去了，要仁啊。伫中国古人讲，中国上古三皇是行道，以道治天下。咁我哋都是用德啊，讲一定咯。讲三王呢，都是夏、商、周这个三代，一个讲一定咯。仁啊，仁者爱仁啊。到春秋的时阵，我把公义，个讲一定呢，迄都是寒啊。仁15年亡国，汉武帝统一了全国了后呢，用儒家的用礼，这个礼一直用到晚清，礼无咯。老祖宗讲啊真好，礼若无咯，天下大乱呐。咱今仔日这种社会，老祖宗伫几千年前就看个真清楚。啊，咱要恢复如何个礼恢复呢？佮再对礼提升到义，再佮提升到仁，慢慢也做到一个古圣先贤的这个境界啊。还靠大家来努力啊！还靠大家啊，讲我啊，还真正去做。啊，咱如果行这条路，对礼、对义、对仁、对德、对道，行这条路。那救国家嘛，救了全世界啊！中国传统，五伦五常，四维八德，行遍全世界，无人未欢迎呢。无同的国家。无同的族群，无同的信仰，无同的这个文化，拢总会当接受。我伫国外这几十年，各方面啊拢有接触到，讲到这个问题，无一个未欢喜啊，无人反对啊，
我本来以为讲都爱经过辩论来解释啊，无啊，几十年无拄着啊，一摆都无拄着。所以才真正体会到这性德啊，对自信来轮流露出来啊。所以礼拜是真正重要，这还蛮难轻视啊。古人定的这个礼拜，这个礼节是有道理的，非常非常有道理。第二，称赞，你是接好家己的五万。称赞呢是接好家己的制度啊，这是人的两大毛病啊。功过我慢，制度障碍啊。只能将心态所做恶业，那害家己、害家庭，而且害社会、害天下。可怖，不可思议啊！我念这两门是通道啊，世间法出世间法是相通的，后面三条那都是佛法咯。佛法第一个爱发愿，这个发愿就是发菩提心嘛。啊，具体代表的，一首记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合乎的众生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你想要学佛，头一个就是要断恶修善。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多是属有啊，做愿呢？你要发这大愿，四弘誓愿，这愿是主啊。后面的三愿是完成第一愿，度众生就是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。啊，咱家己无德行，你要用什么来帮助众生？所以要帮助众生，先成就家己的德行。德行就是断烦恼，把烦恼断了，把习气断掉。断烦恼里面第一个就是啊，破心见。真正无家己咯。感悟咯。无感悟，一切为家己，真正感悟，我来到这世间来创什么？
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啊，不是为家己啊。为众生才是真正为家己，自他不离啊。众生甲佛平等，生佛平等，自他不离。为别人才是真正为家己。为家己完全错了，所以头一条放下心见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用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。这四句话我嘛讲甲几十年了，我甲同学讲的是真话啊！这十来年放下，是不是就成就呢？无啊！这十六年放下，我只有带东修去到佛的门口，无入去啊，到门口了。我的标准是把大家带到门口，入去呢，入去就要用佛的标准了。我这个标准未当入去，只当到门口。入去呢，入去就是佛的标准了。来放下见思烦恼，你才会当入去啊！见色三界八十八品，佛家初学，甲八十八品见色归纳为五大类。你就好记咯，你容易学啊。五大类的内面，第一类就是心见，凡夫啊，执着这心是我，这是错误，心不是我。那心不是我是什么呢？是我所，不是我。我所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衫啦，衫不是我，我所有的。啊，咱徛的厝呢，是我所有的，身体嘛是我所有的，我所有的有生有灭啦。我是不生不灭的，这个事实真相都要创开清楚，啊，创开明白。啊，咱世间人总认为讲灵魂哪像是我了，灵魂不生不灭，死了也会去投胎。是不是我？未当讲不是我，也未当讲真正是我。心有分段生死，一段一段，这个一段一段，现在咱的概念真清楚了。以前无甲那清楚，因为咱这世人伫这世间住几十年，有生有死，就叫做一段。其实唔是安尼，这个一段一段呢，都、就是啊，弥勒菩萨讲的念头啊。啊，若要了解这道理，那一旦之间，这身体有偌侪性别呢？有三十二亿八千的生灭，三十二亿生八千，
百二十条，一旦之间，咱的身体已经是有320条的成立了，这叫做分段生死。分段生死是对这所在讲的，不是讲咱这人对出世迄天到死亡算一段，不是安尼生啊。这叫做分段生灭。知影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影讲这个身体啊，真正不是我。什么是我呢？觉性是我，灵魂是觉性的未歇的状态，未了叫做灵魂，我了就觉性，已经真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每个时阵啊，伊未当出六道轮回，刚我哩就超越咯，伊就超出咯。所以佛菩萨真正是帮助人家真的我找到，假的我都唔通执着，假的我是有路用。用于来修家己啊，照假修真啊，照这个假我提升家己的境界，无假我袂用你啊。啊，照这个假我来修一切的功德。所以这假我是有路用的啊，那用较正，如果用无正呢，用这假我造作一切罪业，那就是错咯。这个果报得三途啊，用这个假我行善，果报得人天啊，用这个假我恶佛，果报就在啊极乐世界，无同款呢。所以咱都要一样用。唔通用错咯，所以做官是非常重要的。有官以后观察，观察是修行。若有丢。一切事物的真相啊，佛经上名词叫做诸法实相，你都要观察好清楚，唔通迷信啊！一切事、一切理、一切法的真相，通达明了，这是智慧。啊，观察明了，也思想见解言行，性德完全相应，这是中国老祖宗讲的本性呐、啊，人性本性。无一项唔是美好诶，这个所在伫净土内面观察，你得爱观察到清楚。你观察极乐世界，你观察其他一切诸佛的世界啊，我倒转过来观察咱呢现前这个世界，你。都会有比较了，你就清楚了。我应该有什么？我应该要去倒一去？
佛教众生，佛不是家己做主张，袂坑你学这个学迄个，佛袂坑的，佛叫你观察啦，叫你家己选择。你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顶面所讲的，为提起夫人遭受家庭的变故，在你现前，求释迦牟尼佛帮助，向释迦牟尼佛要求，寻求更加好的世界。这世界内都无歹人，我想要去往生啊！希望在迄个世界内底看袂着歹人，听袂着歹事，好甲一切诸佛的刹土展现伫个面前，互伊家己看。亲像看电视同款，互伊家己看。为提起夫人啊，真聪明啊！伊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伊讲这世界好啊！啊，伊想要去啊，问释迦牟尼佛，请佛教伊用什么方法会当去往生？佛甲伊讲十六观经，十六种的方法，你们何一种方法成就了就会当往生啊？并不是讲十六种方法拢都爱学，不是安尼，一个成就一切拢成就。为提起夫人，甲伊五百宫女，就照顾伊人，拢总念佛往生。头前咱就有记啊，古代的甲咱讲，拢是上品上生，不可思议啊！证明玄奘大师所讲的三杯九品。总在语言不同，为提起夫人甲这个宫女拄到的释迦牟尼佛，这个言太殊胜了，所以因的往生的品类真高。回向，意思甲家己啊所修行的一切功德。不求人天福报，只求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这是第一等的聪明人伊所选择。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呢？迄、那个福报真大，无法度人形容的啊。所以我用第六天来做比如，他化主宰天，你一切啊所需要的，需要受用，阿弥陀佛供养你啊，一项都未欠啊，阿弥陀佛就亲像化六天同款啊，咱到极乐世界，有心一个变都是他化主宰天啊，比佫较悬一顶。我没什么享受啊，以变化出来重用好啊。念佛人的福报就不得了啊。所以真正选择这个法门，念佛求生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定的智慧啊。都未超过啊！
阿弥陀佛真正亲像是一个大慈大悲的父母啊，能够给了世界以完全奉献来用用来照顾啊。那呢去到极乐世界跟他变成一体啊。这是一定的要知道呀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最好庄严跟他完成同样。你对任何一个角度去观察，那像智慧也同样，心通嘛同款，道理嘛同款，大行拢同款啊！这就是本愿微尘的加持啊！你就变作阿维瓦帝菩萨咯。阿维瓦帝菩萨要靠家己修是无也很容易，你就要修到多一劫才会修成呢。无想讲去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都会加护你咯。那若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弄清楚、弄明白，你才会真正把十方诸佛刹土一切境界拢总放下。我有佛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。我到极乐世界，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。真正明白的人会选择啊，用家己修学的功德回向好自性啊，都是回向实际，回向菩提。我什么都无求，只求圆满智慧，回向众生。我有智慧，我有德能，我唔是家己享受，希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，普遍开悟，亲像阿弥陀同款。这都丢了。论文这个论是往生论啊，温和赞叹，口业赞叹，请必如来明。安怎赞叹呢？真诚心、清净心，合掌念即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都是赞叹啦。即句好好来对，具足圆满智慧、圆满的德能。啊，咱念达刚啊，拢念即、这个，为什么智慧德相未当现前呢？不是佛号未灵啊，不是经典无灵啊，是咱家己的用心出差错了。咱用蒙心啊，不是用真心，也就是讲咱的真心不够啊。咱哪只有一分、两分、三分的清净心，所以咱得到的利益真弥补啊！啊，只有一两分尔。为什么会提西夫林？我把经路念佛
啊，得到遐尼啊殊胜的利益咧，人是万分的恭敬啊。伊得到是万分的福慧啊。咱啊，这个是一两分的恭敬，只得到一两分的福慧啊，这袂当比啊。因公大师讲啊，真好。袂当唔知影呀，这个头一句是教人念佛，又算必观察有三种，第四门观察。依旧三项代志，一者观察彼佛国土啊，庄严功德。家你看，先看叫做世界，叫做世界是倒位呢？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里面详细给咱介绍。祖师大德，真侪人甲咱呐依照经典讲解，互咱听。黄念老拢家己来注解，汇集伫即个所在，咱拢总看到咯。遮个人。哦，咱去到叫做世界参观，这人做导游，甲咱介绍这祖师大德啊，先看环境啊，你家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你看老师。叫做世界，无天地，无天王啊！换一句话讲，叫做世界无政治组织，伊啊，唔是一个国家，伊啊，是一间学校。阿弥陀是校长，是老师。你家看伊校园，叫做世界是校园啊。然后再看这位校长，伊老大人的啊庄严功德啊，特别爱看的，就是啊。四十八愿五戒修行，人伊愿愿拢兑现咯。叫做世界是自然成就的，无一丝好造作啊，无人去设计，无人去建造，自然成就的。都是佛讲的，这也是一处无事不办啊。三家观察比诸菩萨庄严功德啊。第三是什么？看东方，是奉世界发心。往生叫做世界啊，啊，亲近阿弥陀佛的，拢嘛是同学，
你家看这个洞穴，这个洞穴啊非常复杂，有菩萨往生的，有声闻缘觉往生的，有天人往生的，有灵道往生的，有众生往生的，也有五鬼地界往生的，不止啊。虽然有这么大的差别，三杯九品，人人都有分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这个话是玄道大师跟咱讲，同在有言不同，咱的言相当的殊胜。咱在这一生当中，会把这件代志弄清楚、弄明白，自己真正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无，这个成就就不得了了。真法缘啊，真念佛，你就决定得生。这三种庄严功德，跟咱观察的，拢在这部经的顶面了。金经所闻，这是第四观察门。一兼靠念，一兼第二赞叹门。如是观察和赞叹啊，就也相续，古文就也思维啊，定定。所以真正的念佛人，希望大家啊，起心动念想极乐世界，唔通想别项，想别项你都错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宝贵时间。人生在世，时间真苦短呐、啊。无修正业，是合心妄念吗？那嘛咧修啊，修什么？修了都轮回啊。那就轮回心嘛、啊，轮回心就做轮回业啊。这款大事唔通做啊！你若想要帮助领导的人，你伫厝的人有经济吗？希望生生世世拢做伙啊！你都爱专修净土。现在甲厝的来的人放在一边，互厝内人看到你修行的成就，伊就刷落去做啊！我唔免劝你啊！你看我往生偌自在，表演互伊看，伊就会相信。现在这世间人，伊就爱看到真正的代志，无真实的代志，讲啊更加清楚、更加明白，伊就唔相信。所以一定要做出一个好模样来给他看。啊，丢牙相修就是丢牙思维啊。念佛比什么都较重要啊。这个世间只有这个是真的啊，其他都不是真的啊。那如果看下面呢，第三个啊，小段，至心归依，顶礼供养啊，这是第一个礼拜门啊。
论文温和礼拜，新业礼拜，阿弥陀如来应境遍地，为甚彼个异国啊？为什么礼拜呢？为着要求生啊净土。这个心是什么的恭敬啊？礼敬诸佛，新礼拜啊，礼拜呢，就拜阿弥陀佛得以应你咯，唔免拜其他。头前的三拜拜介绍人。那那呀，低温不温啊？那未记得介绍人，介绍人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所以头前的三拜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后面专拜阿弥陀佛，对应你咯啊，都爱按你来拜啊。如来呀、啊！应境遍地，这是佛的十好、十种通好。头前咱拢学过了，下面有皈依，即皈命，往生论诸法，何地皈命，即是礼拜，连礼拜，但是恭敬不必。归命，归命来对一定有礼拜，礼拜来对不一定有归命，所以归命必须礼拜，容易啊，促推归命为重。归是回头，依是依靠啊。对多位回头，对六道轮回回头，我未搁再去做六道的代志咯。六道内面，那现前断恶修仙，断恶修仙的功德隆重回向求生净土。我断恶修仙，无求人天福报。这真正归命咯，依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本愿啊威神，现在就咧加持我咯。这种的加持。虽然咱那像也无感触到，但是伊是真呢，伊一点未记。什么时阵你会感觉到你烦恼和真正轻咯？轻一分感觉到有一分，轻两分就感觉到有两分，轻三分就感觉有三分。你就要放下，你若无放下。加持你，你家己嘛感觉未到啊！你家己会当放下，这个加持你也感觉到啊！你也把誓言隆重下掉啊！未搁再放喺心内，世间一切誓言有真好。磨练家己啊，无嘛真好，一心念佛，无一项唔好啊。顺境真好，未去贪恋，甲贪恋的心放下。恶业嘛好，未生嗔恚，这拢嘛是帮助家己提升啊。善人对我有恩，恶人对我也是有恩。
拢总帮助我提升啊。先年我把功德回向给伊，祝福伊啊。后年我嘛个功德回向给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伊做恶业，我知影伊将来一定有恶道、三恶道，希望伊伫三恶道内面受苦较少啊。定定存这款心，甲道就相应咯。甲鬼名就相应咯。金经文，皈依定力，福是自心。这个字可以当用大势至菩萨那个字，真情到极处啊。后面呢，敬虔供养，弥现精神，精也是不杂，神就是无虚伪啊。什么供养？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法供养内面由以以教修行供养为第一啦、啊，完全甲诸佛菩萨的本愿相应。诸佛菩萨应化的世间。伊祈求的是什么呢？伊求一切众生开悟，伊求一切众生放下，伊求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完成佛道。这是诸佛菩萨的心愿。咱用什么财物供养，伊拢无爱啊。拢是假啊！咱真做、真信、真正发愿、真正念佛啦、求生，佛菩萨无一个无欢喜啊！这叫做真供养啊！咱哪唔通把供养的意思错会？啊！如果心内无佛，心内对这个世界也阁留恋，也无想要早一天往生，什么供养拢嘛是假呀？既然是安尼是，为什么在？自古以来，是阴暗等这个道场，这个财供养拢非常讲究啊，还是为着什么呢？还是为着要接引众生呢？是替佛菩萨宣传呢，众生欢喜啊。用心愿力来啊，是为了这个。
甲遮个众生接引来，就是好法去教伊啊。若讲无甲教，迄就是假咯。你甲遮学生招来，招来好法甲教，这是对啊。你若无教，无教你就错。真像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同款的啊，家己细心观察，眼前的众生，伊需要什么，你就教伊什么，帮助伊转恶为善。帮助伊转迷为悟，帮助伊转凡成圣，这是你接引的真实功德啊！这是咱应该做的啊！啊，咱若无能力做啊，要安怎呢？我是想要教，但是能力无够，德行无够，福报嘛无够，咱就你请法师代点，佛缘是原来队伍啊，家传法轮啊，家家的古经代点啊，代点是指技术。有修行的，会当把佛的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的，才伊来讲啊。现代科技发达了，方便搁较侪啊。实在讲，请也是唔用。现在有卫星，有网络，有光碟，这个唔免费时间，也未浪费金钱。同参导游来吃来，能到电视顶面来学习，伫网络来学习，用光碟来学习，拢嘛用哩。先拍开来。大家到阵来听，听完了后，咱大家搁到阵来分享。什么所在无听明白，会使搁顶再来听，顶部顶听，听明白了后，咱来呀讨论，啊，怎样落实伫个生活？怎样啊？都是伫个工作，怎样啊？都是伫个处事待人接物，好代志啊！咱啊，真正都会得到受用。啊，真正做够了，再过来分享大家学习的心得。
行作者的动手，普遍提升。这是真重要，这是真正的庄严。人心要想看，转恶为善，何等的庄严，何等的功德。转美为恶，转凡生性，那更加是殊胜了。下面往生论文，六贤男子显如林，修五念门行行咒，毕竟得生安乐国土啊，是愿彼阿弥陀佛啊。这段文是往生论顶面的，大圣。咱来注意到善男子善女人，经典上佛菩萨开始往往是把这两句放做第一，提醒咱咱家己心修具备善的条件，这里是关键的字，咱学是不是得到真实利益，关键的这地啊，真正是先学了，你就真正得到利益。现在啊，真够困难啦！先。公告啊，究竟啊，都是啊，本性本性。我用我的本性来学习你啊，所得到都是上上行啊。为什么呢？咱上讲万分圣经，你都得到万分利益。利用的也是本善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真正用本善，这个人，唔免讲过去有恶过，也无一定，伊是啊，捌你唔捌你，不要紧啦。真正慧能大师唔捌你啊，唔捌读过书。为什么成就遐悬呢？用伊个本善啊！咱只个凡夫唔知人用本善，用什么用常识啊？用咱的经验啊！我认为讲安怎安怎，这代志啊，就是真麻烦咯。所以你所用迄个心，迄、那个心是杂心妄想。你不是真心，你什么拢未向你，什么拢无学记。往往迄种人用心真心，伊无杂念，伊无依歇，所以啊，一个学伊就确立。慧能大师就是一个上好的榜样，所以这先是一个标准啊。咱啊，已经无咧用咱的本善，咧用什么？用习善啊！习性内面啊，有善恶；本性内面啊，无善恶。伊是真善，习性内面的善已经差一定了，甲本善比未着，但是也算未歹。会当接受佛法，接受这鬼魂之鬼，未当圆满。本身是圆满接受，
十善的标准就是头前讲的十善业，十善业咱拢总拢做够了，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咯。十善业三福的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善，修十善业。这人叫善男子、善女人啊。都要具备这条件，无具备这条件，免怎有分呢？你都会学起呢？由此知影，学佛这个三根就重要咯。无这三根，大刚学佛未当入去啊。如果家己知影讲未当入去，也算未歹啊。惊的是认为讲家己已经入去了，认为家己了修了未歹咯。到时阵恶报现前啊，你起了怨恨心、埋怨心，或是计啊，或骗我，我上当咯，啊，你的罪业就更加重咯。这个罪业是帮助你对地噶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有孝亲、尊师、慈悲、十善的基础啊！你修五念念佛、行深咒，安尼生才会当得生安乐国土啊！安乐国土就是叫世界啊，毕竟得生，这能力应该真好，也都是讲你决定得生，不一定是在这一生，你这一生已经种了因了。如果这一生的缘殊性呢？这个因这一生的结果，都会成就。如果缘也无殊胜，也过流乱这个世间，唔敢离开，这一生未当往生，来生后世啊，拄着殊胜的缘，你就会成就。所以，咱在这一生当中，还有孤独的境界，有真心的往生无？是真的啊，真正往生，真往生，这个世间都唔通认真咯。还有什么呢？随缘妙用啊，什么拢好，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放下。偏见啊，偏见是对立，每个任何人对立，每个任何事对立，每个任何物对立，真正做到了和谐和睦，和睦比和谐意思更加好，甲一切众生和睦相处。万亲平定啊，随喜功德啊，什么拢好啊，真正恶啊，为什么呢？有人习气真深，想要恶，可是境界这个现前都未记得了啊，必须有高度的警觉心，
应该现前的时阵会记哩，也该伊啊改起来。什么拢好，各项拢好，无一项唔好。为什么呢？我马上要来去结到世界去了，要心头好计较呢。各项拢计较，说明我也无想要去结到世界，这也未歹。这个无相应咯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啦、啊，念念求相应啊，唔通未相应啊。所以咧，是佛国见阿弥陀佛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